三位音乐家都有着骄人的教育背景，其中黄定一、谢佳瑜夫妇分别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和蒙特利尔康戈迪亚大学深造过，慎东毕业于芬兰赫尔辛基西贝柳斯学院和多伦多大学。十年前他们走到一起成立三重奏组合，完全是因为对古典音乐和演奏事业的热爱。三位音乐家平时都担负着繁忙的演奏和教学工作，但不管多忙，他们每周都要抽出时间来一起排练，十年中从未间断。以室内乐这种形式推广西方古典音乐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三位音乐家总是能在音乐和演奏中寻获快乐和激情。关键我们是自己喜爱这个古典音乐，这个三重奏说实话就是古典音乐了，不管是哪种形式，但是就是我们一直也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自己 actually 就是自己 enjoy 乐在其中吧。